3月4日上午 ，SBS 人气综艺节目《丛林的法则》墨西哥篇先发队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。当天，人气组合 B2B 成员许恩光、任玄植一身休闲范儿装扮现身众人视野。B2B 两名成员不仅素颜现身，并与现场的摄影团队嗨聊，亲和力满分。随后，先发队组员吴满植、周塔、汉恩珍、薛仁雅等一一现身，出发前往墨西哥录制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